这江哥干啥呢？哎哎，小江哥干啥呢？那个音浪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通天的呀？这金箍棒啊？还行吧，这家伙等大音浪，人家都说音浪好，我滚蛋一个，这都改装的。哎，太牛了！听动静、哎，听动静啊！来，听动静。哎呀，这家伙减少排量了，你这玩意儿。腰太呛了，高点的。这太短，这是短的，长的都成太空了的。往远点站呐，远点站了，看咱音浪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这音浪太好了，行不行？行行行行，太好了啊！哎呀，没白费我半天功夫啊，这家伙累的。好了，哎呦。